If we are brave enough to love, strong enough to forgive, generous enough to rejoice in another's happiness, and wise enough to know there is enough love to go around for us all, then we can achieve a fullness that no other living creature will ever know. 这一段话看上去 很长，好像不知道怎么翻，但是它就有两个点。第一个我们要明白的是 if 在这里它是作为什么，它是作为一个条件状语，它是去引导多个 enough to 什么什么。 enough to 表示的是足够做什么什么事情或者足以。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出现了很多次关于 enough to， 这一段里面出现的 enough to love 表示足够的爱， enough to forgive 表示足以去原谅或者足够的宽恕，还有 enough to know 足够的明白理解，还有最后的一个 enough love to 表示足够的去爱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么我可以看到出现了四个 enough to，而且是用了四个 enough to 去作为条件，去引导出表示什么什么什么，形容什么什么什么。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 if 作为一个条件状语，它首先引导了一些条件的出来，然后我们就要看到这四个 enough to 都修饰的是什么，形容的是什么，然后就一个一个功课，然后就把它翻译出来，就可以达到一个秒杀的效果。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现在翻译第一句， If we are brave enough to love， 那么就是我们如果有足够的勇气去爱，是 strong enough to forgive， 强大到一定的程度可以去原谅或者说是宽恕，对吧？ Generous enough to rejoice in another's happiness， 这句话就一开始我们就是直译的话我们就可能会不大懂什么意思。 Generous conquered 大方啊，我们足够的大方的干嘛呢？ Joyce 是非常高兴啊欢乐，in another'sHappiness 就是他人的幸福，就是什么？我们大半的能够与能分享幸福。And wise enough to know there is enough love to go around for us all， 这一句话他说的就是 wise 聪明 enough 足够的聪明的 to know 知道懂得啊 there is enough love to go 什么？就是能够足够聪明的明白爱是围绕着我们的，然后 then we can achieve 就是获得达到，在前面一段的一个重点词组重点单词 a foreign man no other living creature will ever know， ever know 是永远不知道，对吧？他强调一个永远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实现的与其他生物所无法达到的一个成就。然后在这里 And wise enough to know， 这里的 wise 是聪明有智慧意思，如果你直接翻译说足够聪明，那可能不是非常的好，肯定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用成语大智若愚，是不是更能贴切文章作者想表达的意思。 Other living creature 在这里就不建议去翻译为其他人，既然文章中他没有去使用 other person or people 去表达其他人，他非要用 creature 生物动物这个单词来表达的话，那么我们就假设他是把其他生物喻指猫狗老虎等动物来与人做会比较，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人是会思考的动物，那么就应该明白爱，勇敢去爱，并且学会宽恕等等，就这样人生才能够完整。